我没有叫你讲话，是不是？好 ，Hello， 三位好。今天的主题可能因为大家可能感觉上好像太严肃了一点，对。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那铁蛙今天之所以会说军哥请不了，对，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原始人、原始的那个创意的人拖出来，对。真正你说吧，应该是军哥请不了解，或者不了，不了，军哥请不了，哦，也是啦哈、哦。其实是这样，真的，我想大家都有经验，就是跟一些当过兵的男生，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，我们这年纪，是啦，现在都不必当兵了。对对对，然后总是一堆男生在一起聊天呢，就是会聊到，当兵，当兵是真的，就是在男生的成长阶段呢，就是一定会有很多的，算是一个很巨大的变化。嗯。尤其在当年，就是说大家也没很多机会去认识别的区域的人或年轻人。那当兵的这几年，就是其实生命是被挤压。甚至 很大的扭曲啊，价值观，因为在短短，尤其在当新兵的那两个月里面，就是很多的题目啊，然后又是有点像被关起来一样，然后大家在那边又集体的从一个集体的械斗，对对，集体的生活。所以当兵永远有，就是说男生啊，要是一个不小心聊到你在哪里当兵啊，或者是你什么军种，或者你干过什么事，然后大家就一直聊。所以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类似的经验，就是哇，男生只要一聊起当兵，然后就一直加入，就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。对，那不过当兵的过程都会学到很多的歌，但是不管是所谓的怎么讲，就是。军歌也好，或者是就所谓的部队的自己在唱的情歌也好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当兵，慌不浪当都要两年嘛，对啊，就算是好大专兵好了，一年十个半月，基本上跟两年是一样的意思，对啊，然后只要像我这样运气特别好，一抽金门，对啊，然后就想。金门嘛就认了，然后半个月、三个月之后换我弟一抽金门，然后我妈就哭了。不过它都是一个过程啊。对。好，我们轻松一点开场。我说过今天可能的主题有点，大家看了很严肃了，对，那，雄壮，好，那我们就从那个，其实当兵这件事情会变成到小朋友也会有那种感受，所以我们先从小朋友的歌开始唱起。陆海空，对。好，开始哦。这是小朋友的陆军军歌。哥哥爸爸真伟大，名誉造我家，为我去打仗，当。笑哈哈，走吧走吧，哥哥爸爸，家事不用你牵挂，只要我长大，只要我长大。有陆军就会有海军，对不对？海浪滔滔我不怕，扬起舵儿往前划，那往下水把鱼打。
下去看下去，你坐飞机机弯着腰弯着腰，飞机坐在机子飞上去飞上去，飞到百米地。好，这是我们在讲的小朋友的军歌啊。那像这样的歌，你说有没有关系？一定有关系啦。那种东西，好，我们不要讲思想改造，但是它起码是一种潜移默化。然后呢 ，OK， 好，所以我今天我们这样直接开场就是第一个任务，就是要把那个气氛打得轻松一点。可是呢，一定要唱军歌嘛，好，唱军歌了。我刚刚说过在金门当，其实军歌大概很多人都会唱，不同性质的军歌。这个帅哥当过兵吗？30年前在哪里？在那个110拐。110拐九七塘，对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前面的抽110拐，就很高兴就开始，然后就换我上去抽，哎呀，抽110拐，会抽120拐金门，包嘞。好，每个部队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算是区域型的歌曲。这首歌是在金门当兵的人都会唱的歌，它叫《金门高粱》。我把它唱得比较抒情一点吧。这个是简称歌，还有没有唱？人家都搞不清楚。不对，这节奏不对。Okay.